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 DDTV。你好，我是陈薇薇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很荣幸的再次邀请到了吉隆坡甲动卫星国中的林佩芬老师来到 DDTV 的节目现场。今天呢，老师要给我们上的一堂课呢是中四的华文课，是不是跟乐器有关呢？你看看老师一开场的时候呢，就有一场古筝演奏啊。我想呢，就是跟这堂课有关的是吧，老师？啊，是的，啊、嗯，因为今天啊、呃，老师要介绍的是。 啊，元曲《三波阳潼关怀古》。嗯哼，那为什么拿了这一首呃元曲来教，然后却跟乐器有关啊？主要要给大家介绍两种古乐器。嗯，那这两种乐器呢？啊，呃，微微面前的这个古琴已经有三千年的历史了。哦，三千、啊。而古筝呢，也有两千年的历史了。嗯哼，那而、啊、我们知道啊，每一个时代。 都有一个时代的文学。如果说汉朝是赋，唐朝是诗，宋朝是词，那元朝就是曲了。那元曲呢，有分成两个部分，那就是散曲跟杂剧。那在杂剧里面呢，啊，有分成小令和套曲、套数。那小令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首《潼关怀古》了。 嗯哼，啊，那呃，我们都知道啊，以前古代的这些古韵文哈，基本上呢，它是拿来吟唱的啊，就是当时候的流行歌曲。那既然是吟唱，当然呢，就有一些乐器啊来配乐啊。那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下，看一看这两种古乐器。是，诶、okay, 啊，那我们知道古代的人哈啊。 这一种乐器弹奏的时候呢，是完全是配合作品的。<好>那我们有请我们的同学们，然后跟我们一起啊看一看、弹一弹这些乐器。嗯，那老师口中的同学们呢，就是我们即将请在线上的四位同学啦。他们是来自吉隆坡甲洞国中的四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来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好吗？来，一位一位来。 大家好，我是杨子晴。嗯哼，子晴是吗？Hello，大家好。子晴。嘿，<Hey. S 2> 你是哪位呢？Hello，Hello，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刘宣伟。好，宣伟好。接下来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潘彦宗。嗯哼，彦宗，嗯。Hello，<Hi. S 3> 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白俊安。 白姓白俊安，啊、姓白，嗯，好，四位同学好，今天欢迎你们来到迪迪 TV 的节目现场。虽然是以线上的方式，但是还是跟全国的同学一起学习的。老师，你刚才说到原曲呀、啊，原曲就是以前的歌曲吗？就跟音乐一起配合起来<的>一起演奏的。嗯嗯哼，啊，所以那因为呃很多人都分不清楚古筝跟古琴。对对对，对对啊、我就是其中一个。所以呢，我就呃借今天这个机会啊。 让同学们来分辨一下啊，看一看古筝跟古琴啊有些什么特点？哎、嗯，好啊。所以同学们已经看过了古筝跟古琴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请大家说一说它们有些什么特点？嗯、来有谁要试试看吗？对，老师，我发现古琴的长度比较长，而古筝的长度比较更长。 更长，<laughs> 我还是怀疑有点混淆，所以为什么我要拿这两个乐器就来、嗯、来啊、呃、介绍就是这样，嗯、因为许多呃呃同学都分不出古筝跟古琴。对，其实长的是古筝，古<针>对啦，长嗯、它大约长一点六米啊,啊，那古琴呢？ 呃，它比较短一些，大概有一点二米。嗯，啊，微微面前的这一个比较短一点的是古琴、嗯。一个小孩的高度，那个一个成人的高度。啊，对对对对。对对嗯、所以如果说我们古琴能够握着，古筝就得要站立着跟我们同高了。<对>啊，比我还高一点。嗯，是。好，来，还有吗？来，同学们，还有看到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吗？对啊。有吗？ 我发现他的琴弦有不同哎、欸，<嗎>同是对对、啊、对，对对嗯、啊，琴弦不同啊。老师，我发现，啊、嗯，老师好，我发现古筝的古筝的琴弦明显的比古琴还要多。对，对嗯对了啦，了这一次对了，他分得出那个是古筝了。嗯,嗯古筝的弦啊，基本如果标准的话，应该是二十一弦。嗯、哦，二十一弦。二十一啊，当然有些二十三到二十五的都有。 啊，不过比较标准的是二十一，二十一啊。那这个古琴呢，它只有七条弦。嗯，OK，对对对。还有吗？还有什么不同吗？还有什么不同吗？有没有看到它两啊两者之间的特点？老师，我发现啊，古筝上面啊，下面啊，琴弦的下面有东西撑着，而古琴没有。对了啊，还看到了，对，这里撑着，对吧？古筝呢？ 啊，撑着它的弦的那个琴码、嗯，嗯哼，啊，琴码，它就是传导，帮助传导音的，嗯<哼>，啊，那古琴就没有，嗯，啊，这是它两之间的差别，嗯，那我们啊、呃，看过了这个外形，啊，我们接下来再比较一下它的音色怎样，哦、啊，嗯哼，刚才老师弹的时候，我听到很清脆，欸、啊，很清脆，嗯、啊，那我们问一问同学，你喜欢哪一种声音？嗯嗯，哪一种的声音？ 古筝还是古琴？呃，我个人认为呢，我比较喜欢古筝的声音，因为古筝的声音比较好听，弹起来比较清脆悦耳。嗯，啊，他比较喜欢古筝，古筝的声音比较，他、嗯、讲说的比较清脆，比较悦耳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当然的确是的哈，现在的人都比较喜欢古筝，所以会对古筝会比较熟悉，嗯、<哼>对古琴呢就比较陌生一点。嗯。 那我们今天来啊，我们再看一看给、okay, 同学们，啊，我们都知道，弹琴、下棋、书写跟绘画是古代的读书人他们啊培养个人品德修养的风雅活动。琴棋书画里面，琴占了第一，对，啊，所以很多时候呢，这个琴指的就是古琴。 不是古筝哈，古琴。那这个古琴的声音啊，基本上呢就比较要求空灵的美感，空灵的美感啊。那无形中呢，古琴的声音就没有古筝这么悦耳，而是讲究比较悦心，悦心，因为要空灵美嘛，空灵美。嗯哼、mm。Hmm. 那因为啊，这样的情况之下，古琴的声音就比较淳朴。 比较低沉一些，那我们就静下心来，啊，去聆听一下由甲洞卫星四国中郑细红同学为我们演奏的一首古琴曲《山坡羊潼关怀古》，有请我们的郑细红同学。好。 唉、oh.

KPM，欢迎回到节目现场。今天要给大家鉴赏的这首诗歌呢，是一首古典的诗歌，是元曲。 《潼关怀古》来到节目现场，给我们呈现这一堂课的老师呢，是来自吉隆坡甲洞卫星室的林佩芬老师。老师，把时间交给您。好，微微好。啊、呃，电视前啊、呃，电视前的同学们，还有这个线上的同学们，大家好。那今天呢，啊、呃，我们先来看一看啊，呃《潼关怀古》啊、呃、这一首啊元、呃、曲的作者张养浩，还有就是他为什么会写《潼关怀古》。 这首曲子，啊，那今天我们还会再待会儿呢，通过反复的诵读来感受一下作者张养浩那种忧国忧民的情绪。那当然，朗读的话呢，我们离不开啊，先要认识这个作者。那作者呢，张养浩啊，生于一二七零年，于一三二九年去世，是汉族。 字西孟，号云庄，又称齐齐东野人，是济南，也就今天的山东济南市人。在元代蒙古人统治之下，他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、文学家。那作为一个汉族，在蒙古人统治的元朝，他当了官，啊，历史礼部、太子文学、监察御史，官至翰林侍读。 右司度士、礼部侍郎、礼部尚书，甚至中书、中书省称之政事等等。但是后来呢，他就辞官归隐。啊，辞官归隐后，朝廷呢还曾经七次啊派人去再重新聘请他，不过他都拒绝了。但是却在天历二年，也就是一三二九年，啊，在关中发生大旱灾的时候呢。 他又重新接任，啊，出任了这个陕西邢台中丞。不过在这个过程里面，啊，也在同年他就因为赈灾积劳成疾，啊，逝世了。而这首《潼关怀古》呢，啊，是作者在路过潼关的时候写的。当时候呢，因为这个关中的这个旱灾呀、啊，已经非常严重了，饥民相食，就是已经到了。 人吃人，一子而食的那种情况，啊，所以他赶着带着一种这样的心情出发去赈灾。那张养浩本人呢，本来是一个已经厌倦官场生活的人啊，但是呢，啊，却因为要去救这些关中的老百姓们，所以毅然的收命去赈灾救民。所以当他途经潼关的时候， 就有感而发，这有感而发使他写下了这首小令《潼关怀古》。那在这个过程呢、啊，出任的这个过程里面，后来他就啊，因为积劳过度啊，太过劳累了，就最后客死异乡。不过，通过这首《潼关怀古》，却让我们看到张养浩对这个百姓啊，是充满深切的同情。 还是还有着什么非常强烈的忧患意识，他的眼中已经没有自己了，只有老百姓。啊，那我们再借这个地图看一看，张养浩当时候啊奔波劳碌，从这个济南他的家乡，沿途经过这个边州，再到洛阳。 最后就来到了这个潼关这个地方，也就是他今天写的这首怀古诗，啊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啊，他一路奔向关中。好、啊，那了解了这个背景之后呢，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一首啊元曲小令，然后先来朗读了。哎，那我先请啊一位同学先尝试，在老师还没有讲解前。 先尝试的朗读，给妈，有谁要打地炮的？是线上的四位同学，来，谁要先朗读？老师，我想朗读。好，女生请<情>来，子清来。风暖如举，啊、哦，老、哦、师看不到，看不到啊，不清楚哈。波涛如怒<滔>，山河表里潼关路，往西都。 忆愁处，伤心秦汉经行处，宫阙万间都做了土。兴，百姓苦；亡，百姓苦。嗯，好，来，我们先谢谢子晴哈，可能他看的不是很清楚，所以好一些字都读错了、嗯、啊。那首先我们来看一看。 啊，其实老师在这边有标注了几个词语啊，那是我先猜到同学啊可能会读错的一些读音啊。首先第一个“峰峦如聚”，“峦”啊，然后刚才呃、啊、子晴有读到一个错字，就是“望西都”，不是“往西都”啊。嗯、<哼>再来就是“一踌躇”，啊，不是“踌躇”，第二声不是第四声啊。 然后这个“宫阙”这个“阙”字呢，也是很多同学会读错的，就是它是第四声啊。然后另外一个啊，多音多义字，对啊，我们有读成高兴的姓“兴”，对，也有读成啊兴亡的新“兴<对>”啊。那这边呢，因为它是跟兴亡兴盛有关，所以要读成“兴”啊。所以这个是刚才啊，我们通过子晴的示范啊，我们检讨，然后。 把读音给他纠正过来。嗯、<哼>那有了这个辅助的话，我们再来选第二位同学朗读一次，这次要注意读音了哈。老师，我来尝试。嗯，好，选伟。《山波阳红关怀古》：峰峦如聚，波涛如怒，山河表里潼关路，望西都。 一踌躇，伤心秦汉经行处，宫阙万间都做了土。兴，百姓苦；亡，百姓苦。嗯，好。所以这个啊，来到宣伟就注意了，读音都有，注意读好它。OK，那我们读了之后呢，也要注意一点呢，就是要投入情感。对啊。 那我们刚才已经讲了，张养浩是离开了他的家乡要去赈灾的。那一个带着怎样的情感的人去赈灾呢？应该是很伤感的，对不对？嗯、<哼>啊，来，再请一位同学试一下，把你的伤感带入这一首曲里面，再朗读一次。有谁要试一下？啊老师，我来试试吧。<好>嗯，好要求越来越高啊，<好>老师，<好>老师 <laughs> 注入情感了这一次，来，啊。 培养酝酿一下情绪，来，嗯。峰峦如聚，波涛如怒，山河表里潼关路。望西都，意踌躇。伤心秦汉经行处，宫阙万间都做了土。兴，百姓苦。 王，百姓苦，嗯，那感情有在，不过那个收音方面可能有一点点小问题，好，收音效果不是很好，但是呢，我们已经可以看得到他投入了情感了，为什么？在他的那个语速方面，他有了一些停顿，对，也放慢了，也放低了，嗯啊哈，好，那我们谢谢燕中同学啊，那好，经过了刚才几位同学的示范。 那接下来，我们进入另外一个示范，mm hmm. 就是由林楚谦同学朗朗读，然后配刚才啊，我们他啊有一位同学为我们录的这个啊古琴的音乐配乐朗读，我们有请林楚谦同学跟郑希红同学的朗读，好，我们去听听。 我们去听一听这一段，有配了音乐，然后呢，也有加了这首诗歌的一首朗诵呈现，去听听片段。 KPM 节目现场呢，今天呢，跟大家鉴赏的这一首诗歌呢，是一首古诗《元曲山坡羊潼关怀古》。那刚刚我们听老师有朗诵过这一首诗歌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请老师来跟我们说一说这首诗到底要带出怎么样的一个讯息，它的内容意义又是什么呢？我们请老师给我们讲解。好，谢谢薇薇啊，那。 《山坡羊·潼关怀古》啊，今天老师要给大家啊，带大家进去理解这首小令的内容和思想。那再来就是通过他的对他内容的理解，去体会作者张养浩通过这首曲所要抒发的思想和感情啊。当然，阅读第一步要先审题，对不对啊？三波《山坡羊·潼关怀古》。 啊，一首原曲，所以在这边我就要考一考同学们的旧有知识。啊，这些中四的同学他们在中山的时候已经接触过至少三首的原曲了，啊，所以我们今天来考一考同学们。啊，这一首啊是散曲中的小令，那这个“三波羊指的是什么？“潼关怀古”指的又是什么？那这个题目啊，它。 带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？那我们请来一位同学看一看，回想一下你之前学的原曲里面啊，这个题目告诉我们什么？来，哪一位同学要试一下？有吗？想到了啊，啊<好>宣伟啊，啊，嗯、来，宣伟。 呃，老师可以收到吗？那个声音收到，听到，听到，听到嗯、声音比、嗯、虽然比较小一点哈。OK，可以听到。呃，这里的《山波阳》指的是它的曲牌名，《潼关怀古》是它的标题。而它的题目代表了什么呢？它的题目代表了他写作的地点以及目的。嗯哼，对了啊，就是说这个潼关是他的地点，嗯、<哼>而怀古是他今天。 啊，借这个啊，古籍潼关啊，说出他的想要表达的这个思想感情啊。所以我们整个题之后，现在呢就进入这个啊文章的内容。那通常呢啊，老师喜欢这样的，就是在教一篇啊古韵文之前，我先来一个三问啊。所以这个三问呢，就是第一问，这首韵文是什么类型？ 第二问，请列出有关类型相关的景物。第三问，这首韵文表达了什么情感？啊，那这三个问题呢，其实是一个思路，一个方向。所以，先给同学们提个醒，待会儿老师在讲解的时候啊，你就通过这三个问题引导自己的思路去思考。 啊，那最后讲解完之后呢，我会要啊选同学们，写一些同学们来回答这三道题。嗯，老师先让大家知道说他接下来会问的问题是什么，所以呢，给同学一个心理准备，是吧？在听课的时候一定要留意一下，寻<對>找答案比较专注，比较专心、嗯。好，好，好嗯，来，好，那我们啊进入讲解哈。那这一首啊小令呢，我会分成三个部分来讲。 首先，第一个部分，峰峦如聚，波涛如怒，山河表里潼关路。这个山河表里，山指的是华山，河指的是黄河，所以山河表里，外面是黄河，里面是华山，所以形容的是什么？潼关的这一带呀，地势险要啊，所以峰峦如聚。 很多的山啊聚集在一起，好像相聚，因为山山层层山层层叠叠嘛，那好像聚合在一起。而面前的这一个黄河，因为黄河水是很很多很急的，所以带起的这个波涛就好像发泄着愤怒一样，在生气了。嗯嗯，所以这个潼关外面呐、啊，对着的是黄河，背着的是华山，所以。 第一句这一句就带出了什么？这个第一个部分带出了潼关呐，这四周围的景色、景物是非常雄伟的。然后因为它面河背山，所以地势是很险要的。那第二个部分，好，望西都，意踌躇，伤心秦汉经行处，宫阙万间。 都做了图，这个西都指的是什么？长安，啊，张养浩啊，他从济南山东出发去关中啊，关中就是长安那一带，诶，所以来到潼关，他已经可以看到长安了。这个时候他踌躇，就是迟疑不决，心情呢是起伏不定的。那为什么他的心情？ 会起伏不定呢，因为他伤心。秦汉经行术，他在伤心，啊，他是要去赈灾的，对不对？啊，赈灾的这一个路途中，他看到了秦朝、汉朝所遗留下来的这些宫殿遗址。这遗址在告诉我们什么？这宫殿还在吗？不在了，不在了。啊。所以这个秦朝啊，我们都知道啊。 咸阳城，对不对？还有西汉的长安，啊，当时候都曾经见过很多很多的宫殿啊。我们也知道，说秦朝的这个宫殿后来是被楚霸王项羽一把火给烧掉了的。所以他经过这些地方看到的这些曾经在兴盛的时候建的这些宫殿，到最后都变成了什么？都做了土，就是成为了废墟。嗯废墟 化作了尘土，啊，所以遥望长安，心潮起伏难难平，伤心，因为见见到的这些宫殿都只剩下一片废墟。<Okay. S 1> 好，那看过了刚才我们的这个前面两个部分，我们可以知道说，第一个部分啊，写的是一个景观。 然后第二个部分，除了有写到提到这个景观之外呢，还加入了他一些情感，对不对啊？那老师再借这个地图给大家啊，刻画一下，通过地图看的比较具体一点。哎，那我们知道啊，这个张养浩他是从家乡济南出发，出发，然后一路的就啊往西，往西走。 他的目的地是关中啊，就是在这一带啊，关中一带。诶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在这个路途中，他经过了潼关啊。那潼关这个地方，它的地理位置刚好就是面对黄河，然后它背后是华山啊，然后这个华山就坐落在秦岭，所以潼关这个古城呢。 后面它的背后是很多的山山峰，前面是黄河，所以这样的一个地方是占尽天啊天时地利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家要攻它不容易，前面有黄河，啊，要从后面偷袭它也不容易。为什么？因为有山保护着它，所以潼关无形中就变成了兵家必争之地。占领了潼关。 谁都攻不到。好，那我们知道说，呃、啊，这样的一个过程，张养浩是带着一种非常大的感慨了。看到了潼关的时候，所以这个感慨，怎样的一种感受呢？啊，他通过这个第三个部分，兴百姓苦，亡百姓苦，他告诉了我们什么？王朝兴盛啊！ 百姓要受苦，那王朝灭亡的话，百姓依然要受苦。为什么这样呢？啊，因为张养浩他是要借古讽今啊，借秦朝、汉朝、唐朝经历过的这些啊历史，告诉我们啊，讽刺今天当时候当刻的那个元朝。 那他借凭吊这个潼关古迹，感慨历代来的这个王朝啊，啊，新王的话，这个统治就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人啊，这些统治者都是带给老百姓、带给人民啊苦难的，没有享受过这个新之后的那种繁盛，所以表达了张养浩他对这些统治者的。 批判精神，再有就是同情这些受苦受难的老百姓。好，那听过了刚才的讲解啊，希望老啊同学们都能够拿捏得到了，对不对啊？那我们通过刚才的讲解，进入我们的这个印文三问。啊，刚才我们提到了历史，提到了古迹，对不对？ 啊，那我们来看一看啊，这一首三《三啊潼关怀古》属于哪一类的韵文？哎、欸，那我给五个啊五个种类，大家啊，然后大家可以判断一下它是属于哪一类。第一，山水田园诗；边塞战争诗；赠友送别诗；托物言志诗；然后咏史怀古诗。 哎，有谁要回答一下吗？答案蛮明显的哈，<laughs> 很明显<顯>啊。<laughs> 对哈、哦，好，薛、哦、伟老师、哦嗯，嗯嗯、哦，我认为这首古韵文诗属于咏史怀古诗。咏史怀古，好，嗯、那我们紧接着这个啊，你既然选它是咏史怀古诗，那是对的哈。不过呢，我们知道哈。 你要做把它归类为咏史怀古诗，就要告诉老师一下啊，你是通过啊哪一些啊景物让你判断它是咏史，它是怀古的。嗯哼。这个没有的选择了。同有潼关。<同>好，<班><同>题目<班>还有<西>还有吗？西都。西都,西都长安。嗯。秦汉。 秦汉、秦朝、秦朝汉朝、朝代,朝代，好，嗯、有吗妈，和宫阙，宫阙<爵>，他看到皇宫，啦对了，所以通过这些历史古迹、历史事件、朝代过去的朝代啊，所以我们可以判断它为一首咏史怀古诗。嗯嗯，啊，那我们很知道说，刚才已经讲了这首元曲。 张养浩是有有目的而写，对不对？他想要表达他心中的情感啊。那我们再看一下啊，第三问他要表达的是什么情感？嗯、这个没得选择了哈，啊，这个没得选啊，也没有得完成、啊，也没有得从里面看得到，对、嗯，你必须要去体会的，嗯。 啊，从刚才的这个潼关啊，刚才的秦朝、汉朝的经历过的这个建的宫殿，现在变成废墟。对。然后在啊，张雅浩最后发出了一个感叹，对不对？嗯。这个感叹就是他要抒发的情感了。来，试试看。有吗？这首古英文表达了诗人对呃老百老老百姓深切的同情。 对老百姓的同情,同情啊，为什么会觉得说他是同情老百姓呢？宣伟能够补充一下吗？因为他触发了呃历代统治的谴责。 他对历代统治者的谴责，因为刚才你有听到最后这一句“兴百姓苦，亡百姓苦”，对不对？是苦的，对，都是苦的。好<对>，那他通过这两个苦啊啊，告诉了我们什么啊？啊，这些统治者的不对，对不对？他对他们提出了批判啊。所以答案呢，在有提到的这个情感同情是对的。 啊，是对当时的关中老百姓也好，对整个啊社会人民都好，他抱着的是一种同情。如果不是因为同情，他不会从他归隐了的生活啊，已经是安乐的生活，又到这个灾区去。嗯，那除了这一个刚才说啊，他还有对这个统治者的谴责。嗯，啊，他带着的是责怪的啊。 为什么要这样写？两个苦啊，啊是一种间接的，对不对？没有直接的啊，对朝廷啊，因为古代的文人是不能够直接的啊，然后就去间接啊，借这个古代的经历啊，古代朝代的经历，然后对当时候元朝统治者的谴责。嗯、啊，如果不是你们不好，那怎么会苦的都是老百姓？是，可以吗？好。 那、啊、同学们啊，所以要理解一首韵文，这个韵文三问是一个方向。所以希望同学们呢，每一次在读这个古韵文的时候，可以朝这个思路啊，把它归类，然后通过里面所提到的景物，然后再找出这个诗人他背后想要表达的情感。嗯。 好，我们非常谢谢林慧芬老师跟我们说了，我们在鉴赏一首诗歌的时候呢，首先要分类，将它分类，看它是哪一类别的诗歌，然后呢，列出有关类型的相关景物，再接下来呢，就是这一首诗歌表达的情感是什么，那我们更能够掌握当中的内容和他所要表达的那个情感了。我们再休息一下，稍后再回来。 欢迎回来。究竟这首原曲《潼关怀古》要带出来的讯息跟价值观是什么呢？有什么地方是值得我们思考？ 沈思的呢，我们把时间交给林佩芬老师。好，谢谢微微。好，同学们，今天呢，我们要啊赏析这一首《潼关怀古》。那老师在待会儿呢啊讲解了之后啊，会给大家提出一些啊思考题。那通过这个思考题，更深入的去啊赏析这一首小令。 所以三《山波阳潼关怀古》作者张养浩，他通过这个第一个部分“峰峦如聚，波涛如怒，山河表里潼关路”，写的是什么呢？写的是告诉我们这个潼关呐、啊，雄伟险要的形势成为了兵家必争之地，因为它有天险啊，易守难攻。 所以就成了兵家必争之地。第二个部分，望西都一，一踌躇。伤心秦汉经行处，宫阙万间都做了土。他写的是什么呢？写的是张养浩他途经潼关的时候所看到的。然后呢，他通过这个见看到的事物呢，有所感触。这个感触呢，啊，是什么呢？通过哪里？ 通过这个啊，由关中长安万间的宫阙，哦、啊，这个万间宫阙在告诉我们什么？它不是一间两间，它是很多啊。因为历朝历代都是建了毁了，建了毁了啊，所以这个又建又毁，就告诉我们啊，它成为了一片废墟废墟。所以这片废墟在张养浩的眼中看到了之后，他就。 非常的感慨，感慨伤心，感伤什么？感伤这些王朝啊，啊，这个经历过的这个秦朝、汉朝啊，它的兴衰都离不开战争。为什么？因为潼关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。既然是兵家必争之地，它就常常都会有战争，它成为了一个战场，而且是。 代代朝朝都是一个战场，最后这个感慨啊，就通过这个“兴百姓苦，亡百姓苦”写出了作者沉重的这个感慨啊！感慨什么？历史上无论哪个朝代，他们兴盛也罢，败亡也罢，老百姓总是遭殃受苦。 那我们啊，看过了这个文章的这个内容之后呢，进来进入我们的这一个啊思考题。所以老师借接下来的这个思考题，再深入的啊，让同学们去理解这首《潼关怀古》要表达的。所以第一题，峰峦如聚，波涛如怒，它运用了什么修辞手法？通过表现手法，然后呢？ 写出了潼关的什么特点？嗯、mm，哎、hmm. 欸，同学们先告诉我修辞手法，然后才看这个修辞手法啊带出了潼关的什么特点？来，谁要试一下？嗯，老师，我来吧。好，来，俊安<好>。老师，我觉得这句“风来如巨波涛如怒”运用了拟人的手法。嗯，拟人手法，比拟，比拟<你>、哦、人类、哦、人物哈。哦哦、對,对对，嗯啊。 以人的写法，写到像人。OK，来人就群聚这样子啊。o k 嗯，好。既然你是如何去看到的呢？从风峦如聚的聚和波涛如怒的怒，他们都是人人做出来的事情，也就是动词。怒是人的个感情，人的情感。聚是也是人大家相聚啊，人聚在一起啊，我们就把它用在山里面。对呀，啊，好。 然后这样的一种写法啊，有三聚在一起，有这个波涛啊，怒了，生气了，那写出了潼关的什么特点？可以吗？君安？他写出了潼关被绵绵不断的山峦包围，和黄河奔腾澎湃，写出了潼关的地势险要。嗯哼，好。 所以我们看到啊，既然刚才的答案来，我们判断一下。首先，他带出了这个“聚”跟“怒”，对不对？嗯、好，“聚”的确是，因为这个峰峦是山啊，所以远远的这个张养浩是用看的啊，他看到了这个山，所以呢，就把这个山啊，群群层层叠叠,叠的这个山啊，用这个“聚”来描写它的多、嗯。再来这个“怒”字，它是用。 听的，因为波涛汹涌啊，那个浪啊，浪撞击的这个黄河的这个浪撞击的声音，对不对？啊，他写出了黄河的这个波涛汹涌啊，所以呢，好像生气一样。所以这个生气啊，微微刚才讲的是人的感情，对,对,对,对不对？嗯、啊，所以就是拟人手法。嗯、那这样的一个拟人手法，最后他要写出的是潼关的地势险要。 就因为地势险要，最后它是兵家必争之地。那我们再看第二题，宫阙万间都做了土，写出了怎样的情况，反映了怎样的历史场景？宫阙万间，都做了土。来，有同学要试一下吗？啊，老师，我来吧。嗯哼。 呃、这里宫阙，好，宣伟，宫阙万千都做，都做了土，写出了朝代从以前就，呃，很的姓，到现在的衰败，写写出了朝代的兴到衰，也反映了那那些宫阙都不复存在了，嗯、被夷为了平地。而这里反映了什么样的历史情景呢？仅仅这里写的是这，呃，老师所说的，呃，楚霸王将。 呃，用一把火把把这里全部烧毁了的情景。好，那我们刚刚宣伟的答案，其实他有提到了一些重点了哈。嗯啊、OK，首先他有针对宫阙万间都做了土的这个情况是怎样的？那我们看到的这边，其实啊，宣伟这边老师提一个醒，就是他在时间上做出了对比。嗯、啊。 所以他是说以前，当然宣伟没有用这个西啊以前，但是他刚才有说是古代了，对,对不对、嗯、啊？所以古代的万阙宫啊宫阙万间的宫阙，今日都做了土啊。所以他是在时间上拿来对比，嗯、当时是元朝，他就拿了之前的朝代秦朝、汉朝来对比，写出的是什么？写出的这个宫阙万间都做了土，就是朝代由盛到衰，然后这些宫阙都必。 啊，被夷为平地。所以我们尤其是这个啊，楚霸王项羽，对不对啊？他把这个啊，呃，那个当时的阿房宫烧掉，烧了三个月，啊，烧了三个月啊，所以可以想象当时的战争是多么的惨烈。啊，最后一题，来，为什么说新百姓苦，亡百姓苦，而不是应该是新百姓乐，亡百姓苦呢？对。 习惯对不对？对对，都是苦、哦。哦、嗯，好，来，们同学试一下吗？嗯，这一题是一个啊、呃，另外一个反面角度来看的，高思维题哟。是。好啊，首先要试起嗯，我认为这里的“新代呃是代表繁荣的时代，在繁荣时代的时候，呃，朝廷会呃大大量的建筑，呃建筑物。 然后这时候百姓就会很很苦，那么亡呢也是代表衰亡的时候，衰亡的时候，呃，就是打战的时候嘛，就会一直打战，然后这时候百姓就会更苦，所以，作者呃就是想要表达是，在这里表达就是想要对，呃百姓，深情的同情，嗯，好。 所以你看啊，这边他啊，刚才子晴说的，一个朝代如果他兴盛的时候，他这边也建，那边也建，那谁去建？人老百姓去建。哦、所以呢，大兴土木，劳民伤财。嗯。啊，劳民伤财情况之下，老百姓就受苦了。而衰亡的话更惨，对不对？战争就发生了，所以遭殃的也是老百姓。 被征去当兵啦，啊，土地荒废了，然后就会饥荒了，对，啊，所以在这边啊，另外一个角度，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一句话，他不用兴百姓乐，而是兴百姓苦，是有一种反讽啊，反讽批判的这个啊感情要抒发的。那我们在最后这一边啊，看一看啊这一句话，孟子所说的“生于忧患”。 死于安乐。张养浩啊，作为一个汉族人，但是呢，却在蒙古人统治的元朝当官。他当这个官是非常苦的。为什么？他说的多，批判的时候呢，就被罢官。罢了官之后，又再复官。啊，这种反反复复进进退退的情况之下，到最后他就。 决定辞官退隐，辞官退隐的决心，我们是可以看得到，他是很坚决的。因为七次七次在派人来聘请他，他都拒绝了。啊，本来是可以安安乐乐过上他退休的生活，不过却因为关中的这个旱灾，引发了他的同情心，他毅然的甚至变卖了自己所有的财产。 然后去赈灾，这个赈灾的过程里面啊，来到了潼关啊，他写出了《潼关怀古》。那这个《潼关怀古》写的是历史留下来的遗迹，写的是朝代历代的这个成功失败，最后啊，抒发了自己的情感之后，在这个任上面。 啊，他积功精瘁啊，为什么我们知道他积功精瘁死而后已呢？因为当年写了《潼关怀古》之后，他就在这个赈灾救灾的过程里面，因为劳累过度而死了。所以总结就是，张养浩他生于忧患，死于忧患，这种。 高尚的品格，这个这种把老百姓、把人民摆在前面的这一种品格，实在是令我们十分敬佩的。嗯，那老师的分享就到此为止，<是>谢谢啊！电视前的观众，还有线上的同学们，大家<是>好。 谢、啊、老师今天分享的这些资讯呢，其实可以在教育部的网站 s u m b k u 那边找得到，还有相关的一些文章也可以看得到，对吧？好，今天非常谢谢林佩芬老师，还有在线上的四位同学们，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呢，陪我们度过了今天这么愉快的一个小时。所以呢，我们有机会下一次再见了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